里山林铁打造了豪华快木火车福森号正式开箱，最快在明年3月份开始营运。火车的设计也别出心裁，使用台湾特有种红块扁柏来打造，让车厢里头飘散了浓浓的快木香，同时更搭配高画质的数位艺术画框，再搭配上车窗外丰富的自然生态，让行驶当中的列车就像是移动的美术馆。木质列车缓缓驶出，这是由阿里山林铁打造的豪华快木火车福森号。这一辆叫做福森号，其实就是福尔摩沙森林号。语气充满骄傲，因为不止车厢采用钢构骨架，外加使用台湾特有种红块扁柏打造，走进车厢就闻得到天然香气，也让乘客都陶醉不已。一进来就会闻到很浓的快木的香气。座椅很舒服，坐上去都不想下来了，对，可以坐很久都不会累。车厢里更有赏画专区，配置数位艺术画框，让整台列车就像移动美术馆。而这别称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，就是从这个快木的车厢游客从里面往外看的时候，它就像是一幅画框，然后呢，这个的作品是大自然的杰作，是老天的杰作。这辆福森号共有6节车厢，每节有17到18个座位。林铁及文资处预计下周开始招商委外经营，以套装行程的方式售价，也盼望能在明年3月能正式对外营运。记者蔡崇吴嘉义报道。